要把会议室变成无菌状态的手术室，志工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擦拭，也重复消毒，小心谨慎，要让患者能够安心。文林和就在这里拿掉了卡在眼睛下方已经30年的地雷碎片。彭罗额头上的5公分大的肌肉瘤也困扰了他20年，历经45分钟的手术，终于拔除了他的病痛。五国慈济仁医会志工在柬埔寨农村举办2天的义诊活动，天天看诊破千人，等待区里却没有人烦躁，陪伴的志工送茶送温暖，还不忘做卫教，要大家记得多动动手脚。温度起火，温度起火。最后一天告别时，慈济志工带着欢乐的歌声满场跑，要把快乐的心灵药方留在当地。相约明年再相见，也会再看见彼此最熟悉的笑容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、彭晓彤、郭静怡，柬埔寨报道。